欢迎收睇 G Channel Ultra， 由日本 Final 音响大厂创立的子品牌 AG， 经 Final 监制的优质调音，一向都走着这个平价路线的。就像之前有介绍过的 AG TWS-08R， 都是一款性价比相当之高的耳机。最近 AG 又有新耳机推出了，就是今次想和大家分享的 Kozibu 真无线蓝牙耳机。这个时候当然要看看开箱的部分先啦。开箱部分看完啦，一齐睇下咧 Kozibu 嘅真身啦。咁话晒 AG 咧都系由 Final 去监督啦。Kozibu 咧就喺日本推出咗两个月咧，已经得到呢个 VGP 2021 Summer 嘅两项奖项噶啦，足以证明到咧 Kozibu 嘅品质咧喺市场上有一定嘅认同噶。先嚟望望充电盒先啦，咁啊成个充电盒咧相当之迷你嘅，咁又够轻身，收落裤袋咧真系完全啱晒啦。边缘位置相当之顺滑啦，又唔会刮手。表面咧就用咗一种咧叫做瓦钢软漆嘅涂层，咁配合埋呢个磨砂处理咧，令到呢个亲肤触感咧更加之理想之余，仲有防沾油啦，同埋防手指毛嘅能力添。官方咧就强调咗表面呢个凹凹凸凸嘅感觉咧，系比之前嘅机种咧更加之精致嘅，咁就可以提升翻个摩擦力啦，令到拎起上嚟嘅时候咧冇咁容易滑手跌落地下啦。咁正面呢度咧有翻粒 LED 灯啦，而底部呢个咧就会有个 USB Type C 嘅充电口嘅。盒盖个开合感咧相当之顺滑啦，咁基本上拎咗个耳机出嚟之后，一揈嘅话咧，你就已经可以将个盒盖冚翻埋噶啦，都几方便嘅。而且今次咧 Kozibu 就增加咗呢个咧开合自动配对嘅功能嘅。当你打开充电盒嘅时候咧，立刻咧就会启动咗呢个蓝牙配对啦，就可以咧大大减低咧等待连线嘅时候啦。咁当耳机放翻落充电盒，冚翻埋个盖嘅话咧，耳机咧就会自动熄机噶啦。再嚟睇睇耳机啦，成粒咧就真系好细粒嘅，咁每边咧只有咧 3.5 个 gram 嘅啫，基本上咧比市面上任何一款耳机咧都要轻巧噶。采用翻呢个圆弧形嘅蛋形设计啦。同充电盒一样啦，用翻相同嘅物质做处理嘅，正面咧就有翻呢个 AG 嘅 logo 啦，低少少你会见到有个咪嘅位置啦，咁系一个咧 MEMS 嘅指向性咪嚟嘅，咁佢亦都系咧有一个 Qualcomm 嘅 CVC 降噪嘅功能啦，咁能够咧就降低通话时候嘅环境噪音嘅，可以提升翻呢个通话清晰度啦。除盒咧附送咗三款尺码嘅 Final Type E 嘅耳胶嘅，质地咧就相当之柔软啦。我自己咧有试过，佩戴感咧都几舒服。加埋呢個深長嘅導管咧，就可以完全深入我個耳道嘅，密封同埋貼合感咧都相當之理想噶。咁就算聽住歌行街咧，都唔會太受到外來嘅聲音影響嘅。物理隔音咧，我自己覺得係相當滿意啦。值得同大家提一提啦 ，AG 嘅研發隊伍咧，特登將呢個可調節嘅機制咧加咗入去呢個 Kozibu 嘅耳機度嘅，令到用家咧就可以自己調節耳機嘅角度啦，就算你垂直或者水平都好啦，一樣咧可以得到呢個最佳呢個貼合同埋舒適度嘅。咁呢一點咧係真係幾貼心噶。Kozibu 咧亦都支援咧單邊獨立使用嘅，只要將任何一邊耳機咧放翻落去充電盒啦，另一邊咧就會繼續運作噶啦。而當你咧將放充電盒嘅耳機攞翻出嚟嘅話咧，兩隻耳機咧就會連成埋一對啦，中間嘅切換咧係完全無縫嘅，唔會出現呢個咧中斷音樂嘅問題。技術咧係比其他耳機咧明顯跑前咗唔少。讲讲规格方面啦，蓝牙版本用到 5.2 嘅，采用 Qualcomm 嘅 QCC3040 嘅晶片啦，具备咗呢个 Qualcomm 咧 True Wireless Mirroring 嘅传输技术嘅。我哋曲迪咧系支援 aptX 啦、AAC 同 SBC 噶，频率范围咧就系20至20 kHz， 达到 IPX4 嘅防水认证，运动嘅汗水啊、落雨泼湿之类咧都冇问题噶啦。而续航力方面咧，耳机单次充满电咧就可以用到5个钟嘅，充电盒咧就可以回充耳机咧15个钟头电量，两者合共咧大约有20个钟，呢个电量已经足够全日使用噶啦。
同大家講下操作嘅方法啦。今次 AG 嘅 Gojibun 咧，仍然都係採用翻呢個 Touch Control 控制嘅，只要觸控呢個 AG Logo 呢個面板咧，就可以完成操作噶啦。例如咧，左右耳機任何一邊咧，點一下咧就係播放音樂啦，再點一下咧就係暫停啦。咁右邊耳機長撳一陣咧，聽到 beat 一聲嘅話咧，就會跳落下一首歌噶啦。相反啦，左邊耳機啦，長撳一陣，聽到 beat 一聲嘅話咧，就會返回上一首歌。如果要調節音量嘅話咧，撳兩下咧就係減低音量啦。喺左邊耳機撳兩下咧就係增加音量啦。有來電嚟嘅時候咧，任何一邊耳機點一次就係接聽啦，再點一次就係收線嘅。點兩次咧就係拒絕接聽啦。如果有用呢個語音助理嘅話咧，只要咧停咗音樂，再撳兩下個耳機，就會叫出 Google 或者 Siri 噶啦。另外耳機咧可以獨立咧 on off 噶。只要咧長撳任何一邊耳機，直到聽到咧兩次 beep beep 聲嘅話咧，就可以停咗對耳機噶啦。當你再撳翻一陣嘅話咧，就可以著翻個耳機。不過咧要留意啦，如果手動著機嘅話咧，就要獨立咧分開操作嘅。咁當你著機嘅時候咧，就記得著曬兩邊啦。你有听感嘅部分啦 ，Gojibun 咧拥有 Final 调音团队嘅监制音质啦，声底咧就偏软顺滑嘅，音场咧就系适中到位啦，低频量感都系足够噶，音色咧都系中庸清澈嘅，明亮而且厚顺，整体声音表现咧都系属于大众化啦，都系几集食嘅一对耳机嚟嘅，听一般流行曲嘅话咧绝对系冇问题噶啦。咁啊讲到打机睇片方面咧，完全就可以声画同步。而連線穩定度咧，去到人多車多地方咧，都仍然保持咧穩定嘅連線嘅。耳機嘅外側咧就配備咗呢個 MEMS 嘅麥克風啦，同埋呢個 Crocom 嘅 CVC 降噪功能嘅，能夠提升通話時候嘅清澈度噶。咁到底實際用起上嚟又係點嘅咧？即刻睇下實測先啦。好啊，而家咧就同大家做翻户外實測啦。咁啊，帶住 AG 嘅 Gojibun 嘅真無線藍牙耳機，咁啊嚟到呢個户外嘅試試翻個通話質素啦。咁耳機本身擁有呢個 CVC 8.0 嘅降噪咪嘅，咁我估計咧佢嗰個通話質素應該會係幾唔錯啦。咁同埋本身耳機咧係真係好細粒，你見到我戴上嚟咧都完全咧都唔會話突出嚟嘅，咁啊收曬喺我耳仔裏邊。咁另外亦都有呢個 Final 嘅 Type E 嘅直膠耳膠啦，咁所以佩戴感都係幾貼耳下嘅。好啦，咁同大家傾咗陣偈啦，唔知大家覺得呢個通話質素方面咧，係咪誒幾唔錯咧？最後嚟個總結啦 ，Gojibun 咧俾我感覺咧真係又輕又細啦，其實咧幾啱女性使用噶，聲音咧大路夠雜食啦，日常翻工或者休閒睇下片打下機咧，都絕對可以滿足得到噶啦。唯一缺點咧就係續航力咧稍為短咗少少嘅，如果中意長時間聽歌嘅話咧，就要配合埋呢個充電盒咧一齊用先得啦。已經擁有七種配色咧可以選擇嘅，買嚟襯衫出街咧就一流啦。Gojibun咧售價咧就唔使600蚊，論外觀、音色、通話表現同埋實際用嘅感覺咧，我自己咧就好滿意啦。假如最近你要買耳機，又想有多啲顏色可以揀嘅話咧 ，AG 嘅 Gojibun 應該會係你嘅選擇啦。好啦，今次嘅耳機開箱評測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喺邊留言。如果未訂閱嘅話，希望你可以訂閱翻。我哋下條片再講過，拜拜。